两个泰国，两个奶油芋头。看到客人就是吃了我们红豆饼，然后就是很惊讶，或者是很觉得很好吃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就觉得说那也是我的一个满足感。我们家。从我爸妈开始做，大概16个年头了。对啊，从我国一的时候开始做，每一天随时随地就是要赚啊赚的赚的，那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。他常常放学回去，都剩快没有红豆饼可以吃了，我跟两个姐姐就要去抢。我们就要猜拳，就猜赢的我们就可以吃那一颗饼这样子。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有点叛逆的时期，我爸妈就发现我没有去上课，就罚我说不能去校外教学，要跟他们一起去工作，跟客人喊话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蛮喜欢去。我就一再跟他强调了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，做父母的一定都会反对起初，对，所以说我不希望说因为父母的辛苦你们也跟着来辛苦，这个法律这个部分先去跑看，那哪知道他一退伍下来就想说要做啊，那些书等于白读了嘛，从早上就要备料，然后下午你就要去经营这个工作，吃完摊之后又要回去，你又要准备第二天的料。我觉得红豆饼就是国民小吃嘛，那我就是想要在这个方面做一个精致化，然后去包装它。它定价30块，我真的吓到了，超过一倍的这种价钱来推广这个产品。哪知道做下去之后一天收入20000多块，哇，我真的是吓到了。因为我想要把它带给更多的观光客认识我们台湾的红豆饼，咬下那一口，它那个内馅是台湾在地的食材，就是一个成就感这样子。